螃蟹必须让家里做厨师的大哥刘全生来料理。可没想到他却先给我派了一个任务，拆蟹。不行，这个这么拆蟹啊，我总有一种想吃的欲望。香葱去腥提鲜，荸荠增加口感，五花肉富含汁香，海蛎煎中没有出现的鸡蛋却成为烹制这道菜的配料。如此丰富的搭配使我有了疑问，难道这是要做馅儿包包子吗？刘大哥把搅拌好的食材倒入锅中，瞬间鸡蛋的香味裹挟着蟹肉的鲜味喷薄而出。鸡蛋、蟹肉加上荸荠、葱段，黄白相间，这道菜的名字叫桂花蟹。既是因为桂花飘香，螃蟹肥美，也是因为炒出的菜形似桂花。